喜爱大寻宝家的观众粉丝们，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咯，只要在 YouTube 搜寻东风卫视或是扫描下方的 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节目内容，还有更多网络独享的影片。方法也很简单，只要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消息，也不要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哦。先拿起来好了。哎呦，这是自习哥的吗？这是观音哎，人家说男戴观音，女戴佛，是因为这样吗？是，所以这个是我父亲的。嗯，那他走了，我就把他留在我身边了。是，我跟我母亲讲，我说我要总是要留一个父亲的东西，所以就留了这个。但它这个绿色还蛮绿的，它很正绿。然后再看看这个，有点也是巧色巧雕，在这个头部的地方，它就是刚好雕得很特别。对，三彩一个三彩料是哦，然后在后面就是好像。这个上面是黄色的、白色的，很这颜色很分明，很分明，对，绿的很焦虑，非常非常艳绿色。对，还记得爸爸买多少吗？还是不知道啊？爸爸买太早了，他买多少钱？你知道？他买3万块。3万块哇！那这是属于早期的工啊。通常像这样的好的物件，都会拿去重新再修饰过，都会的。但如果说它这个绿不错，然后东西又是 A 货的话，应该现在应该不值这个价格。我们来鉴价看看，好不好？来。请见价，18万8千元。哦，哎，这很多哎。18万8千元，爸爸很厉害哎。这个观音是12万元。嗯。然后这个黄金项链我也归进去，它有一两，是一两。那现在一两，现在一两哈，差不多65000元，再加上工资，哦，这是锁，这一我们叫收二连，就是锁链。哦，这样的工资，你去黄金去金店做的话，一条的工资它3000块，现在是哦，所以这是6万8，这是12万，那这整个这样加起来，假如您现在想要拥有一件物件这样的话，哈，大约花18万8，所以这个观音很漂亮，它颜色很接近于说我们要去做买任何的蛋面啊什么都比色石，非常非常漂亮，哇，这颜色很艳丽。很正绿，而且不带灰，它就是洋绿色，是非常好。在看下一个宝物之前，我想要再看一下，哎，你知道吗，志奇哥，你有另外一个角色，也是让大家一直津津乐道至今。那个节目我看就已经是算是我比较，哎，那时候好像在念大学的时候，就是在看你模仿马英九。哦，哎，我说真的，这太像了，他们怎么会可以找到你来诠释这个角色？那个当时也是，那个事实上我一句玩笑话，真的，那时候我上那个独漏60，因为我一直在大陆拍戏，对，那回来之后当然会有制作单位就邀请我上节目，上通告啦，对，那上节目那个时候主持人是侯冠群跟狼姑，那特别来宾就是我跟马妞，那先介绍女生嘛，就介绍了马妞。要介绍他，那欢迎我们这个新闻局长钟情，因为他模仿钟情，但是我不知道。对。那我就坐旁边，哎，明明是马妞，怎么叫他钟情啊？他开玩笑啊？那他自己自我介绍，哎，我是新闻局长钟情，然后大家好，我是马妞。那我想，哎，这有梗啊。对。那到我的时候，他们不就介绍他的李志熙什么什么的，然后我就大家好，我是马英九。真的，就这样。一句玩笑话，对，就一句玩笑话。对，那我不知道他们当时八大有那个主席有约。对，那独漏六十那个节目就是制作人就是林志文啊，当下他就来找我，他说我要请你来演我们主席有约，我说主席有约是什么？模仿马英九，我说啊。我说我刚刚只是开玩笑，因为我一直在大陆拍电视剧跟电影嘛。我说没有，我这我不会演。他说，请你来。也因为这个样子，我就去演这个，一演2年多。2年多啊！对，像每天上班的概念呢。对，每天都得去。对，哎。那后来是因为当时已经就是升到这个马总统了。那我就说我不演了。那回到那个马市长的时候，让马市长的身份跟我们打个招呼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哦，好啊，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国民党党主席马英九，阿舅啊，你们好。真的，他讲话真的都是这样哎。
就是那样。嗯，还有那个眼睛就已经像了，他光那眼睛就已经七八分像了，而且我知道像到怎么样，像到人家真的以为他就是马英九。对，当时呢，这很好，这个有一点动作了，刚刚要我活泼一点哈，因为找我模仿这个选举秀的时候，都不是国民党。对，当时都是新党跟亲民党，请不到国民党的本尊嘛，是，那就一定是分身过去演。那去的时候，我记得是秦慧珠、秦委员，是。那因为先生是制作人，所以就邀请我去，因为我演过先生的戏。去帮忙站台。对，然后就去了。那当然就是化好妆之后，化好妆，尤其这个模仿秀的演员，你是不能出面的，不能露的。当你要先我们欢迎这个特别来宾，是不是主持人这么一讲，哇，欢迎马英九，那底下的哇，就真的以为是真的马英九来了，结果我就上台了。那个时候你要上台的时候，你一定定位就是自己就是马英九，没错，先催眠自己上去开始就讲，你也没有看有谁在，你只知道这场是这个秦委员，然后就一直说他的政绩怎么样怎么样，说完，好，谢谢啊，模仿完，那我是不是就要下台了？对啊，你不要下台，为什么？我们亲民党主席宋楚瑜，宋主席来了啊，宋主席来了，那我要走啊，你留下来，哦，那我就坐后面去了，他一个舞台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然后呢，让我坐，我就坐，我坐到正中间了，是。全部都是官员，我记得这边是刘松凡，部长嘛，是大腕，好，就坐在那，还这样，演的可以啊，演的很好啊，怎么聊天？那时候宋楚瑜主席就在那边讲话，我们就坐在那边，都坐在那边，坐完了之后，你就看台口有一个人，因为他这个台是架起来的，是，所以那个台口呢，就看有一个人，找你去啊？那我一开始我谁啊？那这个刘部长就说，好像是找你。找我？可是主席在讲话。对。又坐，他还在那边。对。就一直很急。完了之后，他真的找你，你去吧。是，赶快去。我去啊，部长的话你也不能不听。去吧。到了那边，他在那边，主席还在讲话哦。没办法，只好这样蹲下来。怎么啦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找我干嘛？我是那个谁谁谁啊，我不是写了陈情书给你，你怎么都不理我？什么什么就一直讲。北北不好意思，我是假的，我是演员，我在演戏。你说还在讲。北北，你看，这些皱纹都是假的，我把它擦掉。看到没有，我是假的，证明清白。你怎么不早说？你干嘛骗我？骗你就把我卖掉走了。太像了，会不会其实马英九出门的时候，他也说其实我是李志熙？你知道，他经常遇到这些人呐、啊。所以你看看，真的那个，我觉得那种回忆，然后带观众又回到那种感觉，现在都没有这种节目了，所以好怀念哦。看你这样演，又好怀念那个时候的那个节目。